你敢相信？黑叔又出海钓鱼啦！这次来钓甜脆好吃的透抽。船钓透抽就是用船钓不卷，沉入海中晃动，然后吸引透抽攻击。现场制作火焰透抽，拿出特调生腌料子。哦，要抓住哦！跳鱿鱼，跳透抽。对，哎，晕，真的晕了呢。对啊，再吃啊。看，好，吐了没？哇，太火了！哎，其实蛮好吃的。是啊，真的蛮好吃的。点赞、追踪、分享，我是黑叔。